玩具广播电台，爱玩具广播电台第二届激动人心的拼字儿大赛就要开始了，就要开始了！扣扣姐姐要拿冠军了，让我们有请上一届的冠军雪儿姐姐。大家好，让我们有请这一届的冠军扣扣姐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没错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太可笑了，就是本扣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呢在玩游戏之前，一定要记得什么呢？要搜索爱玩具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，给小姐姐们点赞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成为幸运儿，获得我们非常精美的玩具衣服了。那下面小朋友来看，这次 Coco 姐姐是如何碾压倒数碾压小儿姐姐的？快点让我们的裁判员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雪儿姐姐，我听说这一届裁判员给我们增加难度了。什么？裁判员可能是这次想让我多发挥一点。他肯定是觉得我 Coco 已经进步了。开始吧，3、2、1，看！哦，什么东西？哇塞！好像说这次多了一个偏旁部首，哎，有一个是多余的，是吗？那会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扣扣姐姐，认输吧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雪儿姐姐已经看穿一切了。哎，我还没有开始拼，看吧，随便看啊，看。好像这个没有用。哼，机智的雪儿姐姐早已看穿一切。你不要看，你看了都不敢买了。天哪，我这是哪个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个帮字吗？机智的雪儿姐姐早已看穿一切。进。静的静，可不是什么帮哦，Coco姐姐。这次Coco一定要赢，不可能！哎，飞出来了！啊，怎么飞了？我的天哪，这什么？这是个囧字吗？这是个囧吗？这这样囧？哇，你看这个表情，这什么？这韩文吗？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字？思密达。我要。欧尼奥。天哪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，因为这个这么明显，他们应该不会把这种作为一个偏旁部首放在里面。那还有什么？我觉得拼出来一个伤。你拼出了什么吗？我这拼出来一个知识的知。哦，这个知，知商。哦，商是这种啊，智商这两个大字是不是特别醒目？对你来说，智商你有吗？我现在觉得我的智商堪忧啊！来，第三局，Coco姐姐为尊严而战的一局。哎，Coco姐姐，你就直接认输得了，要不然现在不会的，这局我一定会赢的。这是铜，这是肝，哎呦我的天呀！这是贡，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。这是苦，我告诉你，雪儿姐姐，铜肝贡。